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左都御史方锦以权谋私，陷害忠良，赐死，全家悉数押解回籍，钦此。你长得太不成体统了！娘的，我长这样碍你什么事？给我上！女儿没能谨守誓言，有父你的教诲，女儿给你磕头认罪了。当今阉宦当道，女儿为保忠良之后做出违背律法的事情，但不愧对苍天，不愧对良心。心意已决，离开督察院，求爹原谅。废物！小的无能，我们好几回行刺快要得逞，却被那老家伙撞破。他嫌小的长得不英俊。你呀，连王江阳的一根脚趾头都不如。公公息怒，小的已经派人跟踪他了。跟踪？好，好一个借口啊！起来吧。谢公公。小姐，董承真是老糊涂了。让他暗中护送，他却把风托带走逃了。皇上，卑职实在无能，罪该万死。小姐，你公公的意思是让铁飞花去抓方特。这个方锦是铁飞花为亲女，
你说他会死心塌地的去找方拓吗？嗯，公公，你有什么高明的主意请吩咐。孩子是死是活无关紧要，最重要的是他给了咱们一个借口。铁飞花，九州侯，侯。九州侯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命九州侯奉旨捉拿方拓。现时重阳节在陕西境内交人，由该省都指挥使曹一峰验明正身押送京城，钦此。谢皇上。都跪着干什么？出去出去出去。给我传铁飞花。是。侯爷，你急着叫我来，有什么事儿吗？皇上他中邪了。那你该传御医啊，叫我来干什么？他中的是孙植的邪，这孙植要对我下毒手。你说他至于吗？我他就是一个闲散的侯爷，他犯得着吗？他。哎呀，九爷，到底出什么事了呀？哎，我。坐下说，坐。皇上今天下旨命我去捉拿方拓那小兔崽子，不，我哪捉得着他呀？我，哎，你说我啊，我一不争权，二不夺位，我连王位我都不做，我就自降为侯，我冤不冤呢？我。侯爷，你也别太着急了。我，嘿，这掉脑袋的不是你，你当然敢慷他人之慨了。真是的。哎呀，铁飞花，我这承认你的脑袋比我的脑袋聪明，可他毕竟也是脑袋呀，我舍不得着呢。公公，属下担心曹一峰虽拜公公为干爹，可他毕竟是铁飞花举荐为官的。官场，官场有情吗？曹一峰要是有情，能从一个普通的主事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当上指挥使吗？我明白了，如果铁飞花捉不到方拓，就会办九州侯和他的失职之罪，由曹一峰将二人押往京城。如果捉到了方拓，我在暗中将他们杀死，那么他们同样交不了差。不过你可千万不要暴露身份啊，否则就会前功尽弃。陈简呢，再丑就丑点吧，不过事儿做漂亮了，就会光彩照人。哼，我要拿铁飞花的命来祭奠王江阳。
两位公公辛苦了。哪里哪里，烦劳二位公公。到了京城以后禀报干爹，说孩儿一定不会有辱使命。嗯，只要这个铁飞花捉拿不到方拓，哼，我这有几千兵马等着他。好。我呀，就用我这人头给你做重礼，我替你践行了。江湖险恶，官场更险恶，我们到底是走还是不走啊？做人不可没有良心。这些年来，要不是九爷保我护我，你家小姐我肯定活不到今天。可是假如我们把方拓送回来，会遭天下骂名的。既要保住忠良之后，又要让九爷逃过此劫，你我二人还要平安脱险。啊，办得到吗？那你就赶紧给爷想出一个锦囊妙计呀。柳儿，哎，你还记得快意堂的婉云吗？记得呀，快意堂女杰。快意堂在陕西有一分舵，她就是客栈的老板娘。小姐，你有主意了？柳儿，你传讯给江湖朋友，就说我要抓住方拓。希望董成也能听到啊。九爷。我跟你一起去陕西。好。在规定时间内交出方拓。好。嗯。哎呀，可是这天地茫茫的，到哪儿去找这个方拓呢？能，只要你密见皇上，请旨要锦衣卫千户刁雄同往，在司马客栈等我。哎，刁雄，那是孙植的亲信呐。不怕，到时你扮成商人，不要让锦衣卫带腰牌，只带上你的信印。也只好如此了。哎呀，到了陕西，我们就会落入强敌之手，能逃命吗？哦，九爷，你放心，只要有一线生机，我都要保你平安。能不能多几线生机啊？是铁飞花，他要在这里交接方拓。
公公。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个游法。打尖还是陆店？吃饭。好嘞，这边请。来来来，点点什么？两盘牛肉，一壶酒，20个馒头要包起来，要快。好嘞，好嘞。冬夜，终于追上你们了。铁飞花希望把孩子带往咸阳去。这什么意思？信上不便说。不行，我们现在已经踏入午夜境内，还是先把孩子送给公孙童再说吧。是。小二，快点！启明，酒菜来了，请慢用。铁捕头，远道而来啊，曹某敬你一杯。谢谢。曹大人，我有一事相求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说你说。此行艰难，还望曹大人在关键时刻拔刀相助。铁捕头太客气了啊。铁捕头太客气了，以铁捕头的本事，我相信在重阳节之前肯定会把方拓抓住啊。我们同朝为臣，同殿为官，同时朝廷俸禄，皇命难违呀。铁捕头，这离重阳节可没几天了。多谢大人提醒。对了，大人，再过几日侯爷就要到此地，到时还望大人能多多派兵加以保护。你放心吧，这是职责所在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远道来的朋友啊，曹某敬你们一杯啊。哎呀，来的都是衣着光鲜、油头粉面的汉子。老板娘，接客啦！你这是客栈呢，还是青楼啊？来了来了。几位好。你干嘛？客官，这是我们司马客栈礼敬迎客。博客人以乐啊。我喜欢。甩鞭的叫什么名字？是我丈夫，叫快鞭三。快鞭三。漂亮，真漂亮啊。哟，乡村陋妇哪敢担当漂亮二字啊。哟，你担当得起我夸你吗？我是说你丈夫的鞭法好，比你可漂亮多了。回头啊，教教九爷。小爷，别加酒字。请请请，请。
闹啊！小天三，哎哎。来喝喝喝，喝着喝着喝着，好酒！哎哎哎，让让，我说你是聋子呀，还是哑巴呀？来来来来来，吃菜呀！快变身！二三来虎，吃菜！来了！来了！来吃着吃！来来，知道老爷我姓甚名谁吗？老爷，您是谁我们不知道，我就知道啊，他是我丈夫。我叫他知世明理，懂得尊卑上下。你快去吧。要陪客要敬酒，有我呢。你差点把我给恶心死了。小二，过来伺候着。哎，来了来了。老爷，低调点，别太张扬。哼，来，丫鬟给您倒酒。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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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张扬怎么了？我张扬怎么了？老爷我就张扬了，把老爷逼急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杀了这娘们儿！哎，各位各位，使不得使不得，他好歹也是我的糟糠之妻呀、啊！什么？糟糠？这这这这！哎呦，这这又又糟又糠又丑又凶！我跟你说啊，杀了他，你这枷锁就砸断了！不行，这这这，我跟你说啊。就凭你那啪啪啪三鞭子，绝对可以立马再去杀老婆。哎，你给我倒酒，我拜你为师。来来来，喝酒。嗯，哎，坐坐啊，倒酒。师傅，不敢不敢。离重阳节也时日不多，你能按时找到方拓吗？哎，在这儿呢。不瞒夫人，正如曹大人所料，此次来，我确实陷入危难之中了。嘿，你朋友虽多，可这天地也大呀。到哪儿去找呢？铁姑娘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就在我这儿暂避避吧。可我担心这会让曹大人为难。没关系的，老爷那儿我去说。多谢夫人了。真乖，让我来看看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就你那鞭子，啪啪啪，太棒了！客官是打尖还是住店呢？啊，各位请进，请进。哎，小二，快上茶。哎，来了！快变身，没长眼呐！客人来了，赶快招呼。老爷让我在这儿敬酒呢，不是？来来来来，我来。老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老爷请啊！你这小子不知道该伺候谁啊？哎呀，老爷，对不起啊，没眼力，分不清高低贵贱啊。什么东西啊？在九爷面前竟敢装高贵！
伤人，算什么好汉？再来！不必了。哎，快变身，还不赶快伺候这些好汉？快来呀！不是，不是你，你这女人也太势利了。哎，我说客官，哎呦，你来，先喝点茶，想吃什么喝什么，尽管吩咐。哎呀，老爷，他们功夫好，你怕我也怕呀。你怕我不怕，就因为我有的是人。程爷，别加酒。行，加了酒怕吓死他们。刁雄，擒贼先擒王，上。是。来吧，怕这头硬不硬？我倒想试试。你想试试？我偏不让你试。也不知董成是否听到了我的传信。您慢用。老爷，您喝着。哼，哎呀，那个谁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要真想斗个两败俱伤，老爷我奉陪到底。哼，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，不会武功的咱不能碰。老爷，这是谁也不能碰啊！我这家当还挺珍贵的呢。就让他们打，打坏了，老爷赔。快变身，这可是真的，真的。老爷，打吧，打吧。别，打吧。众将士，是爷，千户大人命悬人手，咱打不得呀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老爷出门在外就得和气生财，出门就得磕头，是不是？啊，见到千户大人踩在脚下，我还得置之不理，那我的面子呢？那我的面子往哪儿放啊？啊！走江湖靠面子，我可以放人，不过你也别财大气粗，跟我犯横。嘿，你还装？我跟你说，哎，老爷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再说您是尊贵之身，犯不着跟他冒险。我就听你的，我客气，你愿请，放人。千户大人，千户大人，上楼。走。现在怎么办？快去找铁飞花。
快去！董成怎么到现在也没有消息，也不知道九侯爷那边情况怎么样了。大人，卑职几时动身？着什么急啊，等两天啊，先派些人给我盯着九州侯。找到了方拓，他就是爷，要厚他敬他。找不到，哼，他就是孙子。遵命。婉云姐，现在一切都靠你了。呀，各位爷，吃好喝好啊，饭菜不好，您说，给您重做。大人，犯不着跟这帮人置气，咱们是受命微服护驾，保护侯爷的。二位爷，这饭菜呀，马上就给您送来了，把酒菜给老爷送去了。他是害怕了吧？走开，走开。照顾不周，请多担待啊。吃好喝好啊。简爷，您是好人，不像他们，可招惹不了他们啊！瞧他们那做派，不是官差就是军爷。你也是好人呢，啊？简爷不像江湖人，这手啊，软和。你丈夫在盯着我们呢，啊？不偷偷摸摸没见不得人，让他看。简爷，您喝酒，啊，跟我去教场，你由西门出城，一直往西行。往西？去哪里啊，小姐？去午夜找董成。董成？柳儿，拿着。小姐，出什么事了？董成午夜遇阻，方拓下落不明。哎，小姐，那我们怎么办啊？不要说了，赶紧走。你不露面，把九爷放在闷葫芦里，担惊受怕。九爷，我不高兴了。小二，上菜。哎，来了来了，马上来。哎，老爷，来那边客人的。你看这什么那边这边的？我也点了这个菜，为什么迟迟不上啊？哼，别找不自在。哎，就找了，怎么着？在哪呢？还在草场那边挂着呢。走。你们瞧，你们瞧，还在那挂着呢。是赵大哥。Thank you.
拼了！简爷打人，该说说为什么吧。我看他有没有本事杀人。老东西，说，你看到什么了？老爷饶命，老爷饶命！这老迷糊跟你说啊，这刚才我刚才不是喂马呢吗？这时候我看见一道人影，这是闹贼呀！这时候我就大喊了一声，我说抓贼呀，抓贼！没想到这一喊他胆小，他小心眼儿，我就喊了一声，他就把自己给吊那儿了。看见没有？这做贼的还有自尊呢。说谁呢？说贼呢？不听劝告，你们打吧。快变身，快扶老迷糊走。去，把尸体剁碎，埋了。是。上。我料定是你干的。而不往非礼也，我就是这么知书达理。哼，九州侯，你九爷满腹经纶的站在这里。你是谁啊？我还是王爷呢。在下锦衣卫千虎雕雄，你是谁？报上名来，放你一条生路。一个侯爷，一个锦衣卫千虎，哼，我凭什么相信？哎呀！哎呦，这铁飞花把我气死了！锦衣卫千户刁雄，在，命你把曹一峰、咸阳知府、铁飞花速速给我招来。是，别动！杀了我的人，谁也甭想逃！切，孙子才想逃呢！啊，我跟你说，我，别伤了头发啊！何为贵啊！我跟你说，别伤了头发。老板娘，老板娘，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。你给我报个信儿啊，报个官，愿意吗？简爷，简爷，这侯爷是真是假的我不知道，不过这客栈真要死了人，那可是要报官的。侯爷赏你锭金子，嗯。哎呦，谢谢侯爷！哎呦，谢谢侯爷！去吧，守住客栈，谁想逃，格杀勿论。嘿，我，别伤了头发，回府不是回房，不回屋，走。妹妹，查明了是太监，锦衣卫示弱，斗不起来。想法借太监的手，先除雕雄，省得时日一长，他们联手。妹妹，你说的对，我明白了。可是现在侯爷吓坏了，对他说吗？是时候了，全仗姐姐保护他了。那好吧。
孙直奇派太监一路跟踪，看来是有备而来啊。多找些人把院子给我看好了。老爷，老爷，他整天躲在房子里面睡觉。什么？铁飞花他是怎么想的？都火烧眉毛了还能睡得着啊？嗯，好，给我盯着。九爷还睡呢？侯爷，侯爷，这是曹一峰呢？没见着，这官的面还没露呢就要打我板子，我可犯不着。除非九爷您陪我喝喝酒。你就是个天仙，我也没有心情陪你喝这酒。或许啊，一会儿我就真成天仙了。哎，不是，你干什么呀？九爷闲着，我也闲着。这不行，我说。行了，秦虎大人，不会有什么事吧？没事。哎，站住！我找我老婆。你老婆不在啊？不是。侯爷，我晚上再来啊。还说没在，他不在这儿吗？来不及了。你刚才在里面干什么呢？我忙着做生意，你却在这闲着。闲着？我什么时候闲着了？我刚才一直忙着呢。争闲气，吃闲醋，可不就是闲出来的？你什么呀你？我忙着做生意，做事要灵活，你知不知道？侯爷一出手就是金子。金子，你就知道金子。金子是吗？爷我这儿也有啊。你快去忙你的吧，楚这儿当财神的道，我饶不了你。我，简爷，简爷，我也有金子，也是生意啊。简爷可不是生意，简爷是朋友。简爷，我没有朋友，谁都怀疑。简爷，你昨晚的杀人凶手不是客栈的人。难道是飞贼？哎呦，简爷，你是你客栈的人。哎，简爷，你挨着个儿搜，这客栈里谁要敢杀人啊？你剥他的皮，我把他的肉煮了炖了，端给您吃啊。起来吧，我想试试你的功夫。有没有功夫，您试试不就知道了。我没有贾侯爷那份风流心思，我也不稀罕你这个马桶。简爷，人在江湖不容易，有钱的客人我们敬他顺他，求的是财，图的也是今后有个安身的去处啊。这锭金子赏你。把贾侯爷给我盯住了。哎呦，您就放心吧，我会把他盯得死死的。去吧。九州侯，我看你还能耍什么花样。不知道柳儿找到董成没有？谁？哎，这曹大人呢？哎，
铁捕头，我一敲门，这门自己就开了。我是来想告诉你一件事。今天晚上，王金就要去司马客栈。什么？他还没走？对。曹大人，你这是故意拖延吧？要是九爷出了什么事，你担当得起吗？哎呦，铁捕头，你瞧你话说的，我怎么敢呀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九爷啊，正风流着呢，真的。哎，不跟你说了，不跟你说了啊，你好好休息啊，我回去了。请千户大人面见西厂提督太监陈简，陈公公。陈公公在哪儿？请。我就是陈简。是你？在下拜见陈公公，望陈公公恕罪。嘘，别暴露了我的身份。九侯爷为何留在此地啊？卑职只负责保护侯爷，其他的一概不知。雪飞花是不是在这儿教方拓啊？这我真不清楚。哼，孙公公说了，绝不能让他得到方拓。要么联手，要么比碍我的事儿。皇上可是耳听面命，要我秘密保护侯爷。哼，皇上那是碍于兄弟情面，孙公公的指令才是真意，让救周侯救不了差。怎么？怀疑我的身份，把裤子脱了，让他瞧瞧。哼，知道我为什么把死去的人剁碎埋了，就怕暴露身形。怎么，还要我脱吗？不敢。你虽然是孙公公的亲信，可你现在知道了我的身份，你只有两条路：一，喝酒；二，要我杀人灭口。老爷，这么晚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好。不对呀，他白天睡觉，晚上干什么呀？太监没杀雕熊，反而携手了。他们携手，就意味着我们折了一足，三足不能鼎立，这盘棋就输了。这。杀雕兄，我们来杀，一定要让齐活。官兵今晚就会到客栈，为首的是个霸总，叫王金。他是曹一峰的心腹，如果你们现在动手，风险太大。陈官兵还没到，
我们先下手吧。不行，客栈人数少，老迷糊还在我那儿。铁妹妹，我们干的就是冒险的事儿，别怕，你先回去。老迷糊要是没有来，我先来对付。婉云姐，一招走错，满盘皆输。你放心吧，姐就是死了也要保你的旗火。不行，我不能为救九爷而丢了你。放心吧，吊熊跟锦衣卫的人一说，这棋就没法活了。快走吧。哎，婉云姐。这个时候，走，驾！驾驾驾驾驾驾！吁！从客栈方向来的，飞！驾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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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驾！不行，咱们砸门！闭嘴！铁捕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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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吗？老爷，好像里面有人啊！铁捕头，铁捕头，快把门打开，要不然我砸门了！铁飞花，对不起了，曹某的职责所在。老爷，你没事吧？铁飞花，你欺人太甚了，你。老爷，哎，你看你。深更半夜敲人家姑娘家门，这多不合适啊，也难怪人家姑娘生气。老迷糊，快去扫了场。到扫了场了，要不来不及了，快。好嘞。来人，扶老爷回去。回去吧，老爷。去去去！侯爷，对不住了。谁？掌灯！
哎呀，谁呀？啊，九爷这日理万机，这么忙还不让休息会儿啊？别吵，别吵，别吵！雕熊死了，老爷，开门啊！谁死了，明天再说。老爷，开开门，雕熊死了。什么？雕熊？因为只杀人还没听说过被人杀呢，哼，姓陈的，这是你干的好事，你闯大祸了，你，哼，谁杀的说不清楚，我还想查清楚呢，哼，切，定是你威胁雕熊，雕熊不答应，一怒之下，把他杀了，哼，锦衣卫占理不占理都杀人，今天占大理了，这些锦衣卫是真是假还不清楚呢，嘿，哼，瞧他们出手那劲儿，一看就是真的，我跟你们。行，守住门口，包围客栈。行，众锦衣卫听令，老爷今天豁出去了，赏你们奖金，给你们俸禄赏金。今天给我好好惩办这些杀人凶手。哎，别豁出去，有话好说嘛。我今天就是不跟他们好好说，杀！都指挥兵马前来，所有的人都到大堂集合，否则的话格杀勿论。他们来这儿干什么？哼，来干什么？来拿你的。傻了吧？走。哎呦，各位军爷别站着坐呀。给孙公公传信，请他下狱，让曹一峰退兵。来不及，静观其变，别暴露身份。人都齐了吗？回军爷都在。怎么没有人给我见面礼啊？哎呀，官兵面前你冒充侯爷是大罪。谁冒充了？我就是。你冒充侯爷我不管。最近匪祸四起，我是奉命前来驻扎客栈保境安民的。老板娘，这下你可有钱挣了。嗯，好好伺候着。哎呦，这盘古开天没有的事儿啊，这军爷住店还给钱啊？别呀、啊、曹大人军纪严明，收着吧。那个谁，我命令马上把曹一峰给我叫来，另外要勘察尸体，把这帮来历不明的人给我就地正法喽。什么？死人了吗？我来的路上看到客栈的方向分出一人一骑，老板娘是客栈里面的吗？客栈的伙计都在呀。官爷，客栈还真少了一个人。老板娘，养马那老头是真迷糊还是假迷糊啊？哎，军爷、锦爷，这老迷糊是病了，我怕给各位爷染上啊，就让他住在草料场了。或许他去看大夫了。是吗？或许是杀了人到城里找女人传信儿去了吧。哎呦，他可没本事杀人，更没本事找女人，他呀一向自己跟自己睡。官爷，此处死了人，客栈又少了一个人，小人认为这案子应该查。嗯，老板娘，跟我一起去找那个老迷糊。这边。各位也请。借机将这个探监除掉。不行，老迷糊要是没在怎么办？你可别怀疑，也绝不能让铁妹妹的计谋失败。走。老迷糊，哎，病好了吗？病好了赶快出来啊。哎呦来了。来了。哎呦，我这腿发软呐。哎呦。
官爷，他浑身发热，大汗淋漓，像是刚奔跑过的。你杀了人，还到城里去溜达了一圈，是不是？脉象很乱，感觉是伤风发烧。官爷，刁雄可能是客栈的人杀的，也可能是贾侯爷手下的人干的。简爷，说好了讲交情给面子的，为什么又处处刁难了？您不是买卖人，也不是官差，住在客栈里也招人怀疑。我在客栈等货，等皮货，不可以吗？哼，曹大人，你找我啊？哎呀，铁捕头，哎，听夫人说，你这些日子身体不太舒服，没事吧？曹大人，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。哎，不谈事，咱们先看病。啊，可我铁飞花向来是先公后私，你还是直说。你看，你还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呀？哎，其实也没什么别的事。就是明天呀，是重阳节，提醒你别忘了，啊！哎，来，哎，给铁捕头上杯茶。你们的菜来了，慢吃，你们慢吃。侯爷，刁大人就这么死了，兄弟们不服啊！放心吧，事儿完成之后任你们挑，凌迟、车裂，随你们便。刁雄为什么在答应与我合作后，马上就被人杀死？赵三的死，会不会也是客栈的人干的？哎呀，来了，来菜来了，来，官爷你尝尝。好酒，颜色不错啊，来，弟兄们尝尝。哎呀，好酒！多情总被无情恼啊！不吃了。哎，哟！哎呦，官爷啊，还真香啊！来来来，吃好喝好啊！啊，好。干了！你去哪儿啊？歇会儿不行吗？单挑这手歇着呀？我也有脸呐！好了，干你的活去吧。不，这九州侯怎么会突然喜欢这个女人了？钱仙儿，探探她，是真骚还是假骚？怎么的？给她钱，扒她的衣服。这杀人还成？要去强奸她，我万万做不到啊！谁让你脱裤子了？快去！啊，是。曹大人，你若真念及旧情，我倒有个主意，不知你是否答应？啊，你说。我们可以花钱买个死了的小孩，将其面容尽毁，到了验尸的时候，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不就解决了？哎呦，铁捕头，这可是欺君罔上的大罪啊！嗨，我曹某没这个胆子。再说，你曾经告诉过我，不能因公忘私啊。哼，我早料到你会这么说。曹大人，想杀我铁飞花容易，可是想杀九爷，绝对办不到。
世态炎凉。铁捕头，你可要保重身体啊。铁飞花，你也有害怕的时候。哼，哎，来了来了，哎，你没有啊？废物，回房。你没有，你没有。哎，小二。这帮人是什么来路啊？官爷，这帮人他们都是一伙的，自称锦衣卫的人在明，他们在暗。哦，你们去吧。不是我要强奸他，是他要强奸我，我这一拖，不全都暴露了吗？你这一逃，他更急。我让你试他，反而让他把你试出来了。那我再去试试看。哎呦，滚！报告大人，什么事？九州侯除了有锦衣卫保护之外，暗中还有一帮江湖人在保护。他们表面装着不认识，其实都是一伙的。再说这帮人的武功比锦衣卫还要高，这我都是听客栈老板说的。明白了，难怪他有恃无恐。马上派人给孙公公捎口信，让孙公公看住九侯爷的家眷。我就不信小小的铁飞花他能唆使侯爷弃家而逃。下去吧。遵命。铁飞花。柳儿怎么还没回来呢？小姐，柳儿，小姐，柳儿，怎么样？找到方拓了吗？到天尽头了，柳儿。嗯，我们得逃。老爷真是料事如神呐，铁飞花果然要逃。他逃不了了，现在他是插翅难飞了，除非他能找到方拓。我看他是没功夫找了。哎，铁捕头，你不能进啊！铁捕头，曹大人，为什么不许柳儿出府？我派柳儿去保护王爷，难道有罪吗？如果九爷在你的府地出现任何差错，是你担待呢，还是让我去当替罪羊？嗨，铁捕头，瞧你这话说的，我怎么可能不让他出去啊？不是他不能出去。师爷在，带柳儿姑娘出去，
哎，柳儿姑娘，请请请，请。曹大人，你也不要太心急。如果明天我在规定时间之内交不出方拓，你才可以带着我和九爷去进京领赏。我先提前恭喜你了，又要升官了。哎，谨遵圣意啊，这本来就是我应当应分的事情。可是，得罪我铁飞花的后果也不好看。啊，我倒想看看。九爷，嗯，哎，柳儿，哎，怎么样了？曹一峰派兵把他家全部包围了，你快去下令让他退兵。曹一峰这是想让九爷自投罗网。哎，那方拓呢？方拓，啊啊，不是，哎呀，九爷，对不起。什么？哎呀，我九爷呀，我对不起皇上啊，我这羞愧难当啊，我要悬梁自尽，悬梁自尽！侯爷，侯爷，侯爷，都别拦我啊！哎，九爷！哎呀！听听去。别让他给逃了。你把人布置在外面，不许他逃走。是。想困住我，没那么容易。公公，里面还一句话没说。他们这些人能把你困住吗？出来散散步。哼，散步，散步，有这么晚还出来散步的吗？啊，有穿着夜行衣散步的吗？你这是办案呢还是作案呢？铁捕头，别以为我是傻子，你先让柳儿逃走，然后又想借着自己的一身武功也逃出去。真是做梦啊！啊，你没有看到吗？这儿可是草木皆兵了，啊！曹大人，当初真应该把你留在身边，现在已经是一名神捕了。承蒙铁捕头夸奖，请回屋。柳儿，天黑了，快带我走吧！啊，等不到他们说了。哎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？啊！我跟你说，你们，姑娘，不想他死就放乖点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伤了我头发，小心头发，别那么使劲。我跟你说，好男不跟女斗啊！你别。
都别装样子了，现在谁也不许离开客栈。谁说要离开客栈了？告诉你，我只要烟花一放，大军马上赶到，你们给我乖乖的待着，站着别动。嗯。哎，黄发总，方头已经找到了。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放了他，他是皇上的亲兄弟，要不然我让你们一个人不剩。哼！江湖人眼里没有皇上，见到方头我就放了他。你说什么？有人吗？王八！有人吗？哎，真是糊涂了，那门口不是挂了牌子说客满吗？这位客官，对不起啊，我们小店已经住满人了，请您还是另寻他处吧。啊，天气寒冷，我还带着孩子，请老板娘行个方便吧。这……哎呀，会不会带的是方拓啊？你们俩看住他，其余的人跟我走，快！龙老伯，赶快走，这有人要……我告诉你们，既然方拓已经找到，我拼死要保护侯爷。你什么人？我光总督捕快，受铁飞花之托，寻找方拓。铁飞花真是神通广大呀！两下子，咱们敢闯干闪路。上！谁没听令？为了方拓死了九爷夫人，丢命你们也全是死罪！赶快给我救那孩子去！是。老迷糊，把客栈所有的伙计都召集出来。抗命！我让你全家都消失了。侯爷，那您呢？先别管我了，快去救孩子！遵命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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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眼无珠，多有得罪。免了，免了，免了。九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好刀法！我就知道你会武功。当然，自幼习武。
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陈。哎呀！我是天。自有应得啊！来，搜搜这狗东西身上还有什么宝贝。是。大人，请看。王大人，啥都不错。陈简到底是什么人？陈简是西厂太监呢。啊，怎么了？他来了？哎，王进，你竟杀了西厂太监，这可是满门抄斩之罪啊！哎呀，一个两个三个，杀了这么多太监，完了完了，陕西都指挥使这下可要血流成河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啊！哎呀，这下完了，完了！哎，快快快！清理一下，仔细搜索。是是。你们几个上面。是。再过来几个。是。曹大人，等你夜明正身之后，再着急也来得及呀。楼下也没有。再过来几个。不知道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如果我连这关都过不了，我的前程就全都毁了，还包括你的性命。走远没有？禀报大人，怎么样？所有尸体都被阴过。啊！曹大人，只要九爷和锦衣卫的人不说，朝廷就不会知道。没这么简单，没这么简单呐！如果我说方拓是你抓的，你就立了大功了。哎呦，铁捕头，你就别逗我了，连你铁飞花都抓不住的人，我怎么可能知道他在哪儿啊？哎呦！方拓就在司马客栈。啊！我没骗你吧？哎，哎，就是他，就是他呀！侯爷，铁捕头，这次多亏了二位，二位对曹某人的大恩大德，我没齿难忘啊。小侯爷，曹某人给您准备的大礼可都准备好了？嗯，好。快变身，我们走。走，来来来来，走，喝酒喝酒啊！哎啊，来来来，干干干干干干，来哎哎！爷爷爷爷，方拓，爷爷，方拓，方拓，爷爷，你会不会不管我呀？管。爷爷怎么会不管你呢？以后啊，你就跟爷爷在一起了啊。
曹大人，你忧心忡忡的，是不是不相信我呀？啊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瞧你这话说的，侯爷，我到今天为止，我才知道什么叫朋友在危难之中方显身手。铁捕头，你对曹某人的大恩大德，我曹某定当涌泉相报。来，哎，曹大人，你这儿不会有悍匪吧？不会，哎，怎么会呢？二位，你们好好吃着啊，我去去就来。哎，哎，废话，他这是金蝉脱壳吧？恭喜九爷，你猜中了。大人，人都到齐了，你们都进去。是。九侯爷，铁捕头，今天你们二人可是插翅难飞了，抵抗没用。曹大人，你翻脸无情，真是无药可救啊。哼，铁捕头，此话差矣啊。啊，杀太监这么大的罪，我怎么能担当得起呢？怎么也得请二位帮我一块儿承担呀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武功高，你肯定能逃出去。可是你不会不管九侯爷吧？嗯，你，嘿，你曹一方，你可真是忘恩负义、知人知面不知心的小人呐！曹大人，你放心，我们不抵抗。好。啊！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不是，不是，注意头发，注意头发！不是，为什么老拿我当人质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九爷可不是好惹的。因为你的头贵呀、啊。大人，楼上空无一人，后院客房都没有老板娘和伙计的踪影。嗯？怎么回事？不错，曹一峰，王金及其家眷已被客栈的人藏起来了。王金杀死太监，这可是件大事啊！我当然要留着他这个活口了。你的奏折既已送出，就追不回来。皇上收到你的奏折，可是你又交不出方拓，这可是欺君大罪啊。你呀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因为你为虎作伥。曹一峰，我愿你做个好官，为恶为歹，终将有报。铁捕头，如果你真能让我洗脱罪名，我愿意洗心革面，我愿意洗心革面呐。我已决意远走高飞。曹一峰，请你护送九爷返回京城，将我的计谋如实地告诉孙侄。朝廷如果怪罪下来，也只会怪我，不会怪你。
那你的罪过不就大了吗？道不行，乘浮浮于海。天飞花，九侯爷多保重了。保重。天飞花。